这边的航展呢，总的施工面积约8万平方左右。那么目前我们已经施工完成的已经有5万平方，目前在现场施工的已经有2百来号人，每天的话完成的工作量约1万平方左右。到目前为止的话，我们已经完成了这边的10号馆，还有另外后面的9号馆，然后这边的茶宴大厅。 那么还有VIP棚房的一个安装，按照航展的施工进度已经完成了70%左右。目前我们这里看得到地摊厅的施工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棚房里面的话是有很多的树，场馆这边的话是不允许去损坏的，那么也不允许把它挖掉，所以呢给我们施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。我们的每一个架子都要把它 吊得悬空起来，然后才可以装到地下的筑底板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就给我们的进度也造成了一些延误。尽量的话是保证在参展商进来之前顺利的完工。 9月份、10月份这个过程当中，广交会和航展同期施工，航展也有它特殊的地方，面积特别大，8万平方米，场馆也比较大，比较分散，并且例如那个B餐厅是在树林里面搭，组装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困难的，在吊装的过程当中也是遇到很多困难的，整个的航展的施工车间也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的支援，真心的感谢各个部门。 建筑棚房作为休息室，然后作为展馆，是从12年的时候，然后开始增加。那个时候从有